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，110年3月18号，然后是零站收银了。好，下一月台一侧进站的是回送列车，请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危险。136分所84，119单列的5149号线开往。各位旅客您好，9:30开往那个潮州的119单列，我要走你们就是9号。704自强号。2A 月台后车，162次，江华东线，开往海东的这地方就举个号，1239单列头。51次在收银站时利用。拜拜，我的51次将海线开往潮州，坐电门就是9号，1219单列了。在那个收银站室里，以及174将3A杠8点 PP 自强。乘客请朝向第二月台 A 侧进站的19:30，往8:17自强号。12:18，A 侧进站的是高架上的气温，东华免停电车，请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危险。应该自己就拿包吧。等一下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